它是双面穿的，就是前面背面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一件手做的好舒服哦，很舒服，它完全是那种细细的一圈的那种弹性，而且它就绵绵的，里面的那里是绵绵，然后这边完全不紧，然后它的风袖不会太重，它的落肩是瘦的，这边给大家点小浮夸的小袖袖，但不会太过火。但我现在是穿，就是扣子是在前面的这种穿法，我觉得也非常好看，你会觉得比较有造型感。这个蝴蝶结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绕你的腰的地方，然后绑在旁边之类的，就是不用一定要一个大蝴蝶结在前面。它这个里面其实它是有帮你们多做一层内里的，然后穿起来非常滑、很透气的这种面料。它从这边就开始做一个就立体的这种打折的线条，穿起来它除了有落肩感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带一点立体感。有时候你可能是胸上比较有肉的女生啊，或是在意自己这肩膀比较厚的女生的话，其实它穿起来都可以有修饰藏肉的感觉。没错。